Hello， 大家好，我是豆豆姐姐。大家久等的抽奖活动终于要开始办咯。这次呢，豆豆姐姐准备了三份的奖品，然后分别有第一个就是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超大的冰淇淋，然后我看好像蛮多人都喜欢粉红色的，所以我就决定就是送出粉红色的。然后粉红色是有淡淡的那个草莓香的味道，然后这一款非常的慢回弹，然后我自己也超爱的。这款它也有出白色的，其实我觉得白色跟粉红色的就是捏起来的感觉都是一样，就是很疗愈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因为它的质感就是那种滑滑那种。好，那先收进去。第二份抽奖的奖品呢是这个彩虹的冰淇淋，然后彩虹的冰淇淋大家也超爱的。这一款也有一点点香香的味道，然后这一款也是很慢回弹，然后它的大小呢就跟那个真正的那个双麒麟的大小的尺寸是一模一样，就是那种1:1的尺寸，然后它颜色真的还蛮漂亮的。然后这是第二份奖品，这是给第二位幸运的中奖人的奖品。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第三份奖品呢是赖贴图里面的那个熊大跟兔兔的兔兔，然后这款很可爱，然后这款你们应该我之前没有介绍过，然后它也是很慢回弹的。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抽奖活动豆豆姐姐所帮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总共呢会抽出三位不同的中奖人。那这次抽奖方式还蛮简单的，就是当然你要是豆豆姐姐订阅者，然后第二个呢请在这支影片按赞，然后在影片下方留言你最想要得到这三份礼物的哪一份礼物。好，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抽奖截止日会在下个礼拜六的晚上11:59以前，11:59之后，然后就不算了，然后我就不会请小帮手再发号码牌了，我会到时候指定一位小帮手，就是来发那个，帮大家编号。好，那除了这一次的抽奖活动之外，这个月呢，还会再办1到2次，如果时间够的话。开奖的时间呢会在拜三，我会同时公布在这支影片的说明栏跟 FB 的官方豆豆玩乐趣的官方的 FB 的网页里面，所以你们都可以去查看，然后到时候我也会写就是要怎么来跟我联络。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豆豆姐姐帮你们准备的礼物，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